哎，美女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就是我和我女友分手了，她老纠缠我，就是你能不能假装一下我的女朋友，把她打发走就好了。这不太好吧？小姐姐，你帮帮忙吧。那好吧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你今天必须给我个答复。不是什么答复，咱们俩已经分手了。她是谁？这是我女朋友啊。有女朋友坐那么远的吗？这天个城手这么远前真的吗？不是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，我们这样好不好，我们不是，我们俩已经分手了，而且这是公共场合。那除非你听他，不然就是你还舍不得我，你找个演员气我。不是，你不要纠缠好不好，你这公共场合，你这我这，那就是你舍不得我。你的背叛比挽回，信了没啊？好，看你狠。